今天我们来抽，这是腰尾最后一次的大奖，加倍，然后机率是 22.5%。来看一下我们几抽会中大奖，好不好？我大概意思意思抽个十抽给大家看一下几率就好了，因为通常加倍的时候，它五抽以内应该都会中一个大奖的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在奖赏 ，OK， 要等心情报，好吧？那只能等20分了，吓死我，我还以为有了。好，噔噔，没有，没事 ，OK。好，再来第二抽。我们看看这是大奖加倍是不是有感觉的？腰尾要抽到满吗？有钱当然抽到满啊，那没钱的话就看分析啊。那我个人认为是，如果你要玩，应该说每个大奖有不一样啦，那只是最不用抽的，剩下两个我都建议，因为剩下两个的第二奖，露西跟艾尔莎我都非常建议入手，他们的伤害，他们的那个当队员的命都蛮好的。而且露西还可以当一个很强的队长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都不缺要什么，都不缺就选复制人啊！看你，应该说选容易中的复制人吧，像是我会选水龙死的复制人，或是暗龙死的复制人这一种。对，然后去看你玩哪一队，想要玩哪一队这样子，或者赌个运气，直接赌眼球这样子。哦，我们抽几抽啦？都还没有大奖欸，我们抽到大奖为止好不好？我们抽到大奖为止。好，第五弹何时出哦？这个等官方说吧。加倍无感，现在是有在加倍吗？我现在还没有大奖哦，不好意思。我这个系列的抽卡机都超级非洲的，好像非洲运会跟你一个版本吧。抽到大奖为止，我抽到第一个大奖我就要停手了，只是帮大家测一下几率而已，真的好难哦。好难，正常来讲不是十抽以内一定会有吗？等下我的石头逐渐不烫了，不要 ，no no no。机遇还没挑好，真的假的？还是大仙现在先不要抽。你应该说赌运气，选择眼球就中了，哇，恭喜你！啊，刚点进来，结果一抽露西，好扯哦！你们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人生好难哦。有没有机会？不，没有。到底为什么我的抽卡机是不是坏了？我很想重登游戏，但是绝对是井字号六。为什么啊？这太扯了吧！我们刚才我看的时候，我好像是31次吧，现在已经22次了，我已经抽了十几抽咯。啊，我陪你一起飞，为什么？我明明在大奖啊，大奖加倍的时候啊。人生短短几个抽，抽都抽不到，我快吐血了。最好是这样啊。最好是这样啊！怎么扯？怎么扯成这样？我刚才已经重登过了，正常讲重登就应该要有了，不用等更新啊！我已经抽了11抽了，没有大奖，我重登过了。太扯了吧！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？
感谢把小奖都抽走。哦，原来我是帮大家抽小奖的部分哦，很扯哎、欸。我、哦、这个蝎都是这样哎、欸，抽卡运气一直都这样，完全没大奖运。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我已经从500多颗石头抽到现在快450颗了，抽不到，抽不到哎、欸。加倍假的吧？正常来讲，大奖加倍不是应该要有，应该十抽以内要中吗？这是我抽过最扯的大奖加倍之日了。之前真的正常，我们十抽之内没有中的话，正常来讲，五抽以内一定会中一个大奖。然后十抽的话，再怎么样飞，十抽以内一定会中。但我们现在已经抽了快12抽喽，多少？十五抽喽，15抽没有，15抽没有。然后你跟我讲大奖加倍，很棒。你知道给我一个复制人大奖我也开心，但是一张都没有哎、欸，一张都没有。该不会要保了吧？有放大奖进去吗？这个有放大奖进去吗？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太扯了吧！这一次有没有这么浮夸、啊？劝世抽卡，好，我们就真的抽到保底。看你要不要，就是全部都给我小奖，然后我们就下一个标题：大奖加倍抽不到大奖，好不好？我们抽到大奖为止，好吗？蓝光之塔。假加倍真效果。太扯吧！你们真是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扯？我石头就不见了哎、欸！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我不是很气，我是很无奈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我要帮大家测试个大奖加倍的几率，然后结果看看我测试了什么东西出来。他们是真的忘记放吗？因为这次真的有点扯，因为我抽过这么多次以来没有这么扯过。还是我今天真的脸超级飞？阿龙的脾气都是被什么惹出来的？真的哎、欸！今天我是有在厨子的玩家哦，但是如果说那些无氪玩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生气才怪。我已经重开过了，所以不要再叫我重开了。好，喷出来了，总算喷了。太扯了，这是加倍真的好低哦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推荐大家去抽哎、欸。我刚好露西没有复制人，对，是可以。可是这是好低哦，剩我抽了，我刚才31次嘛，对不对？我抽21抽才中大奖，太扯了吧？